時間一年1984年咧，中東再度咧殺入決賽，對手亦都係遙遠噶。咁呢場賽事咧充滿火藥味嘅喎，鏡頭見到咧就係短短嘅幾秒鐘已經有幾個非常之火爆嘅埋聲嘅鏡頭係出現咗噶啦。咁入球就咁樣產生噶，前一波塔嬌揈過咧係右手邊，加荷夫尼一個後爭，塞滿場亦都回敬翻另外一個後爭嘅喎。跟住加荷夫尼用速度咧壓過吳炳南送入去中路。簡道尼同頭一搖咧，呢個波亦都係足以名正咁啊奪得1984年嘅銀牌冠軍。點解要到最尾嘅十分鐘咧，先至可以正攻打開紀錄贏波咧？你知噶啦，魚丸不嬲都係防守係，即係呢隊波係防守非常之好嘅。咁啊，上半場咧，我哋睇到各球員啊，即係都可以講話好怕輸。咁啊，打得嚟咧就即係太過短啊，即係短傳多咧就係。咁啊，你知個魚丸又係防守好，同埋佢哋平均嘅年齡係比較低嘅。咁啊，搶波啊，出手嗰方面咧。即係出鏡都比較快嘅，個往往咧就變咗，即係未成到埋門咧就已經係斷攬嘅。咁下半場咧，我哋嗰邊嘅踢法就係即係簡單啲咁多添。咁啊就如果係有空檔嘅話咧，我哋盡量咧就係丟入去禁區。咁啊咁嘅踢法咧就可以講即係證明到下半場咧，甚至一開波咧就已經係成功咗嘅。就如果今日我哋好運嘅話咧，應該可以入多兩三個波添。咁啊，呢方面咧就係、是、我哋下半場改變少少嘅戰術咧，係成功嘅，我諗。